哇！大家好，白同学，白同学，今天你叫阮水电王子来。我们今天要先来更换这个水塔里面这支专业名词叫什么？金刚锤啊！浮球，哦，浮球嘛，啊，搁迄个啥？止水。恁咧讲这个雷达，哦，水塔部分就安尼尔嘛。好，安尼则麻烦你，啊，你做你的，啊，我直接用我的，我用我的对吧？好，OK，好，开始。啊，阮拢有断电啊，放心啦。好，我们爬上来了。啊，这个记得要断电，我们是有断电的啦。听讲，你感觉你听讲内底有水垢，还好，你算清气吧？啊，你算清气啊？那啥？底淡薄啊，底淡薄啊。啊，你这下水会全部漏掉呢？没嘞，没嘛。啊，无今仔安尼底安尼讲，安讲安去，无洗干安怎？设计麻烦了呢。个人的迄个，个人的尴尬嘛。好，那个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啊。先换好，以后要洗才洗得了嘛。好，OK，好。嗯，哎，我先为自己洗。嘿，哦，这支是碗是对内底抽出来啊。这讲爱真好，无紧你做你的啦。哎，安尼同学我真内行，一看看内底迄落呢吼，迄泥沙呢。哎，听讲教人要洗，都为着要洗，啊个水拢漏漏掉，安尼敢做拍算的哦。因为洗澡都爱漏掉。哦，对啊，你真拍算哦。漏掉。吸收的哦，好，反正你就来欠。我这本来讲爱改掉啊，因为伊原本的迄个，浮球装了伤矮啊。好，反正你调整好势就好，反正我就负责拍尔。好，来啊，这算咧考验三个功夫哦。这来我的水电师证秀的，拢会紧张哦。这摆应该较袂紧张啊吧？拍拍片啊，拍一届啊。也是会啊，加减。我起来看决定，到底是咧拆什么骚啦？今麦咧拆这个顶。嘿。哦。拆落来嘛。这个顶嘛，我进水拍的。我来换姿势，我要到这个顶，这样才能拍到你们想看的角度。哦，我先起来者。拍这往前真臭呢。啊，袂，即原底讲是原底是爱做安怎？伊做了伤低，因为伊啊。哦好。浮球位置愈低，等于水塔伊好顶较尖尔。好。你啊做较悬才顶较尖。哦，算原底算无专业就对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好。来，这个。哎，画出蛇真性感呢！这是那断管器啊！功德嘛，伊内底敢若搁一条螺丝，搁一条迄种对数。这个把它直接剪破。一根管砖。伊要帮我用夹个链。帅哥，我甲你翕袂作烟头的啦。我原本以为只有换下面，啊，伊安尼规个换，伊个过来也。切断啊！这位同学叫我改换，改换到换小，改换换起小。所以我是觉得水电的东西，我比较喜欢交给专业。好，拿一根把它弄下去。哦，对，它干进去的。欸，所以水电足侪工拢嘛是爱烘吼，爱烘落去接吼。嘿，对。哦，
啊，上下先对锁。好，提不细路。伊这个作用就是水，若讲拍紧绷，熊熊，若惊讲迄个啥，好。诶，几年啊？每一个师傅拢无同款，因为我无爱去甲你了，甲你水着，我会止水着啊。因为这个主要用途就是，你若讲有阵时啊水已经够啊，自来水公司啊水也伤济哦，惊倒拍起来，咱是咧预防水道水上满。嘿是，对哦，哦，别拢是要着呢。伊一般你若公路含一般的公，一般人是讲用十三年，但我看你拄啊二十几年，是因为迄塑胶的关系啦。阿所比较大啦，重重特重的物件，我是拢用了二十年啦。啊，白铁的零件都我是拢十万。我头先唔知，我较早用三年的，还可能记袂掉。对啊。啊、最后就是要把它调下去。哎呦，我的天啊！这支手机啊，这支手机今天来这边拍，怎么会变成粉红色呢？喂，我的自然界。好，锁上。好，哦，主席雕好啊，因为那这个圈数要扎刚刚好，很难呐、啊。叫我这支手机啊，拄我咧拍有哦，同学有没有觉得，这边再拍拢变成那个啥粉红色的哦，真奇怪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它那个球球，哦，球球用好就这样子。迄下骹淤泥的哦，下尾来你再看白龙蛇智慧安那个用出来，不告诉你。后来要先接那个管子嘛，我咱这么要套一个 L 型的管子下去。我讲认真的男人最帅呢。我来你女朋友讲，我看我男朋友来做安鬼安尼，这尼啊认真。保养学拍皮一定爱讲干话。这个等一下会用到这个。这落真正水大哦。嘿，这你打。那哪搞？还会当做快干用无？未使。未使啊。伊，你连其他物件连袂。伊是拄，伊就敢拄水管较会迄落尔。水管，塑胶油。哦。胶盒。迄我阁毋捌用过，啊！伊真正落着结了水条了啊！啊！你打迄草几秒？着，伊袂阁弹出来，着会使。有遮紧打哦。好，然后这一根现在在抓那个长度。着好，安尼。啊！你啊，无去定型差个。来看一下，所以讲隔行如隔山，白龙雪唔爱用几种物件，这个打阁真紧呢。好，你好看一下哦。还好，即摆阁稍微凉凉的。好，来远距离捕捉，即摆要先做一个小关节出来。好，小关节。他现在要跨一个过去，啊，这么想你会的长度，好，长度之后，大哥，好，啊，另外一个 L 头顺便上一些。伊这若糊是几秒以内爱甲粘起哩，应该嘛无讲足紧的啦。莫讲伤慢。哦，着用好着水气，莫拖着对啊。我闻迄味啊，闻久阁会芳嘞，真嗨。窗外来捕捉，
所以讲吼，水电有熟手无熟手，你看迄做的骹手就知道了。而且都要有默契哦。它是装里面，插进去。我这阿叔比我真少呢哦。反正就是袂流水倒来。我嘛毋是，伊爱深者深度。我一个深度嘛，好。你看遐鸟，咱看水水安尼，好。啊，怎么换？要换雷达啦。啊，这个我们换的时候有断电，要记得这个要断掉。没有，有的人想要，伊从这脚啊已经呼吁。啊，你啊，家己要洗水塔，千万唔通去有，这拢唔定，真的啊。足侪人就是。我讲吼，我讲就讲咧用，我是早起电人啊，但是迄当阵啊落雨哦，人讲迄嘛会导电传作危险的啊。所以 DIY 水电的部分，我现在白龙水不爱用，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，让我们知影的潜在危险性。啊，我们这个是有断电，因为了有马路的辛苦也导电啊。所以水塔这物件哦，爱做注意。铺灯，迄铺灯看作是乌衣机的专业名词，够难讲，还是乌衣机？无，哎，这重量我会当去看卖，看偌重无？我轻轻啊，尔呢？这较专业讲异位，地面啊，异位控制器，哦，地面。有人讲水位啦，啊雷达啦，有哪有人讲啊？因为我都看拢写雷达，哎，就是人讲话。因为我原底唔知管顶迄挂迄，哦，这是挂啦，这是挂。哦，我想讲叫哪有？哦，拍鼓叫锁的嘛。我都边看卖，对啊，啊对，迄个触感真正怪怪，伊咧卖倒单啦。啊，咧别人想我算我土沙湾，小可有迄个天分呢。啊，这伊这个啥水位高度，就是你怎么咧扎，你爱落去绑啊嘛？哎，对，嗯。啊！你著看嘛，看要控制较对，你著甲我控制好势，你较专业，互恁处理好势就好。啊，这一个放两粒的哦。嘿，一个爱放两粒。嗯，伊原底一粒，两粒。哦，两粒哦。哦，啊，你是看起来先，感觉咱是袂输一粒啦。哎，对。哦。迄水电是。敢那较做嘛是用水塔喷雾安尼遐讲，啊个电安尼尔，敢有啥物奇奇怪怪？个电火嘛，嘿，水电拢头即几项尔嘛，嘿对。但即几项有要做袂起？嘛有一寡奇奇怪怪的，会咩讲？看拄着啥做啥。啊，你像按摩浴缸，迄毛人你嘛咧用嘛？这无，也无。白人学，伊人听讲按摩浴缸，我那些摸出来都用屌丝。一天，哦，我就把它绑上。来，啊，甲这个有一定的公式无嘛？都甲了会送得嘛？无，袂使。迄落啥物？有规定了。咱第一颗的高度，嘿，就是啊，咱安尼绑落第一颗的高度，嘿，爱加过伊。好啦，我翕者，你绑好啊嘛？嘿。哦，我知嘛，哦，我知啊，就是后尾一连串，哎，所以原底负担伤悬哦，敢是啊？原底负担足悬的。嘿，原本诶嘛还好嘛，伊嘛是有加过几粒嘛，主要是爱看伊几粒，咱几粒浮起来的时阵，起个水位下去的状态是，吼，未使悬过伊滴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伊即卖互伊较高的时阵，伊这内底有一个阀门咧挡，伊也是用关咧安尼嘛。对，伊就是爱强调的，最爱满遮，家己咧硬塔咧对啊。这粒是控制咧拍水的，嘿对。哎，浮起来，从安，浮起来了。莫打就袂动，就袂拍水。对。但是自来水公司的水压若有够强，伊共款会起来。对。啊，起来就是伊若搁满程度，就是靠这粒咧煮。对，我知。好 ，OK。简单讲，这一颗要比较低啦。啊，不是，嘛是爱砸，袂你若伤低，变成水走袂出来啊。这就是爱去配合，我紧你做你的，我翕就好啊。
啊，这，这种无，这不是，这交流无政府局啊。这就控制，这控制，尔无许个。伊控制来是干哪？是干哪一条？一两个回一个回路落尔啦，一定是安尼嘛。都一条电线，那一个开关要导通尔。一条电线，一个开关导通。好好，无要紧。好。嘿。伊就交一个，咱插电话的开关。对啊，就开关嘿。我就想奇怪，迄哪有可能关顶咧裸露？原来就是关顶迄个挂叫锁的。嘿，对。哇，这条要看你个楼，看那个工程真大哦。哦，迄哎，当初爱为就爱，这是坑钱啊！伊敢有锁咧？无，都掉咧哦。啊，阮关系拢会。搁个粘来，较袂扣迄落嘛，袂歹哦。所以水电可以叫这一家。雷达。好 ，OK， 好来，最后把它盖起来。哎、欸，这是真正叫背门，无咱个看嘛咧啊，真正会啊。风台天啊。好，好了，大概这个就是迄个啥，水塔换那个雷达个迄支叫啥？浮球嘛，我讲迄有做什么紫金锤啦。好了，那、啊、这帅、個、哥多谢你呢。哦，我咧怎么做？迄个啥水电工一号跟二号哦。好，谢谢收看。